那你接受我给你安排的100场相亲？他可能哈哈呀，演出必须哈哈。距离100个相亲对象还有52个。你就这么想让我赶紧找个男朋友？谁让你真心话大冒险输了呢？输了就输了，反正我不干了。哈哈哈哈。你以为自己00后啊？健身就健身，还学别人只吃蛋白质。你刚回国下订什么餐厅？我订，你记得带上卡就行。哎呀，你怎么从美国回来变这么啰嗦了？我当然知道天气冷要多穿衣服了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拜拜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看点东西，顺便找你一起吃个午饭。本还有人约了，以后叫我吃饭记得提前3天。预约。走啦。好。不是让你在楼下等我吗？等不及就上来了吗？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撇了？青梅竹马突然回国，旧爱占新欢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些怕是都可以收起来喽。哎，要不送我吧？你最近来的很勤哦，不用给哈哈3000了。他好像不需要了。难过啊？开心。你在哪儿？你别慌，我现在就过来找你。哎，最好不要跑这么快啊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那你去试试看。你找我过来就是为了给我买衣服啊？不是啊，是给洪水买衣服，他要过生日了。洪水？对啊，就是你上次看到的林泉，他哪是泉水，洪水还差不多。那他什么时候过生日啊？30天之后吧。哈哈。嗯？我要去英国了。去呗，又不是没去过。可能。就不回来了，赶紧走，留下来也是给祖国增添负担。还以为能够在。你要真的想知道浩宇怎么了，就该跟去英国。天天在我面前问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骗过了他，怎么能自己破功？这种病基本上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了，他不想告诉你，肯定有他的原因。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。那我就不知道。你刚回国下订什么菜？拜拜。熟悉的天气，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。那曾经的旋律，他在英国接受了手术，但是手术没有成功。这个病的治愈率一直很低，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抱有希望。手术成功是奇迹，没有成功是常态。你以后有大好的人生，林泉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。你脑子有病吧？你眼睛有病吧？没看到我吗？这下都以为我喜欢男人了，以后娶不到老婆，你负责吗？哈哈。